哇，奥迪礼车带来的就是我们今晚的典礼主持人曾国成陈哥，还有他的搭档唐启阳老师。跳钢丝的感觉怎么样？还好，他们都讲得好可怕，但我觉得还好。大概两楼高。就而已啊。我想我可以必须要跟你分享的是，你知道有多少人拉着吗？我有让他们吃饱一点，我有提醒他们了，我有为他们减了。那我也提醒他们不要只有三个人，要五个人，总共只减了12公斤吧。12公斤？哎，看不出来是不是？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现在几公斤可以讲吗？不能，不能哦，因为还是个胖子。还是个胖子，没错，他们就是以婚礼歌手节目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的黄子佼佼哥和露露黄露子英师徒俩一起来到星光现场啦！哦，今天有事业线哦，哇，一点点啦，一点点，一点点就好吗？有吗？有啦，仔细看，佼哥要帮露露跟小 S 和解吗？哎呦，我们有过节、没事，那没事啊。我必须讲，今天一定要让他从被误会的双面人变成得奖人，跟他得奖感言已经摆了6年了。对，随时可以拿出来念一念。没错，没错。然后我刚刚也加码，如果他今天得了，我就送他一个爱马仕。哇，这个他真的等太久了。大热门得有事要送。大热门得不，只有跟婚礼歌手得对吗？啊，对，你真的是突破盲点。